甚至公车啊，也去看了我们台南很多地方，也亲自骑脚踏车搭公车到御景到新化，啊，这些务实周延的做法啊，非常令我敬佩啊，非常令我敬佩。那另外更窝心的是，三个礼拜，为了要让市府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遵循啊，特别用 TCC 啊。台南 City Government 怕我们忘掉啊，可以说深入浅出了啊，深入浅出。台南 City Government 的三个字头来延伸出 Technology， 然后 Communication， 然后 Governance 啊，就是科技、沟通还有治理。这个就是一流的专业的团队才有一流的成果，我们给他这个。肉肉等了啊，也不是长篇大论啊，就三个原则，然后七条的建议啊，我想大家看的都啊非常清楚。那我想简单的讲，就是我刚刚特别看了一下，简单的讲是希望台南市能够建设一个全方位的智慧交通管理中心，然后有系统的去收集。包括用路人，这用路人可能是市民，可能是观光客的一个到台南市来用路人的资讯，也去收集公车的公共运输的资讯，也去收集这个啊机车的这个资讯，然后进而去掌控、去掌握整个台南市公共运输载具的共享，还有去控制交通啊交通的这个啊运输啊台南市的交通。甚至有办法及时解决台南的交通所面临的问题，我觉得这个是科技的精神嘛。我刚坐在这边听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那第二个呢，就这个啊交流方面呢，啊沟通方面，也必须要去跟资讯啊用资讯跟市民沟通，事务团队啊彼此之间沟通啊，我想是一个全方位的整合啊，全方位的整合。那另外这个治理方面，可能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，就是希望市府能够建立一个科技厂啊 ，TCG 三个大原则，七点建议啊。未来台南市政府呢，会珍惜这么宝贵的意见，把它融入台南市的十大旗舰计划里面，让你们三个礼拜的辛苦啊，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开花结果。我们再一次表示啊热烈感谢。记者会的时候，上一次记者会的时候，我就一开始就讲，台南市是台湾第一个城市，是台湾文化的首都。我们有古文化，也希望有新的文明啊。啊，那我们这个新的文明，在交通方面就是借重啊 IBM 的专业啊。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非常丰硕的成果，但对 IBM 也不是没有抱怨啊，对 IBM 还是有抱怨，很肯定啊。台南市希望的古文明那么新的文明那么多、，IBM 只提供一项交通。我们希望未来在其他的领域里面，也可以再继续得到 IBM 的协助啊，不仅仅是交通方面，在文化、在健康、在各种领域，我们都能够希望得到 IBM 啊国际级最先进、最有技术的协助。让这个城市的古文化有绽放新的文明，让这个城市呢不仅仅是代表台湾，也能够跻身国际。好，谢谢你们。